我可能成功研究出人怎么走进到电影里面。他们去哪儿了？他们都去唐伯虎点秋香的电影里了。烤鸡翅，我最喜欢吃。喂，唐伯虎最喜欢吃烤鸡翅了。偶像啊！Attention！ 在下的杨明 ，Tiger， 狂乐。哇！还有那个丫鬟总管石榴姐，武功高强，心理变态，有任何人动她那些丫鬟的念头，都会令她生不如死。娘，我不想打的。坏男人就得这样狠狠地打，不能心软。确认过眼神。我遇见对的人。救下，放过他！我放过他！我的外号就是画府第一大美人石榴姐呀、啊。其实我们是慕名来找秋香姐的。哎，等等，越来越多事不同了，而且我们三个现代人，现在进入古装电影里面。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。